的网站。哎、欸，他很顺，他也这样。哎、欸，你好。他一直抖这样，超好笑。哎、欸，这么帅，这么帅。哎、欸，谁啊？哎、欸，小二。哎、欸，好久不见了。对啊，他说牙买加，你是唯一的。
至少也要吃一下我发明的。我吃啦，小便衣，我要吃小面包。也不是这个小面包。等一下要帮你弄。有一次这种经验也不错，虽然很累，不过还蛮好笑。吃一下，你吃一下，超屌。真的不错，因为会新鲜。看，承认的，你看，你说卖的话，一个二十会不会好？哇。干嘛？饼干，冰冷，你说好不好吃？吃就好，小吃。哈，小吃，小吃吗？对，小吃真的不会，超奇怪的。奇怪。有些反面。哪？你看，德国的盐捏，好不容易做的。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我觉得他回去可能已经有答案了。我打电话说可以买一只来吃。养个猫。还有酒吗？再喝一点。你喝。不喝。